叔跟大家简单打声招呼。对，现场所有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简单叔。是的，你好。他其实好像是老实说，我们也不是第一次同席，真的蛮开心有这样子的经验。当然就是第一次到下雪的地方，因为台湾其实比较少有机会这样。那第一次的话，可能是在我已经会被客气骂了。哦，他们脸色有点臭。现场的来宾们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两侧的这个荧幕上面。泡出去吗？有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非常特别的体验，因为这大概也算是我人生第一次，就是泡温泉。真的假的？是真的。你第一次泡温泉，以及第一次泡温泉，我就泡了裸汤。裸汤。要更专业的人来告诉你哦，这边怎么去玩？是，所以呢，